牛大了啊，天津市长打死了，给坐死的邱泽了，他给坐死的天津市市长知道的太多了。咱们有一个群，天津的群战友们都知道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市长很快就被干掉。三周前我说过，三周前我就说过，为什么？天津市长的底儿我太摸着了。